活动即将正式开始。北市府的烫手山芋大巨蛋终于达成共识。是啊，应该这样讲嘛，那个朝向解约的方向进行是，我看在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。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，我们的双方朝向一个合意、合理。那来共同合作推向这样的一个合意合理的解约。梦幻版解约，柯文哲13号下午议会被询时脱口朝解约方向进行，随后北市府改口，但晚上挤邀云雄董事长赵腾雄入府，双方谈了快一个小时，声称过程融洽，但解约柯市府就得赔钱。我想我们要释出善意跟诚意嘛，哈，就是说远雄已经实质支付的部分，查证属实，我们都不能够跟人家斤斤计较。我想这是一个公平合理而且公开透明嘛，我想这以这样的一个原则，那么希望让远雄能够感到市府的善意。那也许不是370啊，也许是300，有可能比370还要高，那也不一定。解约赔款还没定价，只能确定是百亿天价。柯市府也急找第三方接手，中信财团多次被点名。我到这个还言之过早了，那他先跟远雄总是要先谈一谈嘛，你这边我们。做甲乙方的问题要先有一个共，有个至少有个共识或默契，才有讨论到第三方的问题。大巨蛋不是不盖，而是柯市府不想给远雄盖，合意解约跨出一大步，但柯文哲态度却显得保守。柯市府与远雄的大巨蛋恩怨情仇恐怕还没这么快落幕。记者陈建安、陈玉文、安森秀台北报道。